hold 住 ，hold 不住了 ，hold 不住哇塞 ，hold 住姐谈儿时内幕爆哭，一度想放弃家庭。hold 住姐谢依霖姚妈妈上路纵熟悉的味道三翻着自制的回忆录回想当年困境情绪涌上心头母女都不禁红了眼眶记忆里似乎有雨在下可是有你在我却从未见过风雨因为你就是风雨本人我是暴我是暴力就是风雨狂风暴雨是吗小时候不理解大人的世界会觉得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就是有什么好吵的呢为什么别人的家庭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好幸福为什么我的家不是这样子其实有的时候在我比较小的时候我会有点自卑我真的一度已经放弃我们家的状况因为我有忧郁症嘛让他有点心理上的阴影在其实就是金钱方面差一点房子都没了已经要卖房子我死撑硬再把它扛下来撑的当中一定会有摩擦吵架啦他后来他又都在看精神科他心里已经崩溃了到现在他都要吃药然后我就那时候不懂真的会觉得说好啊你了不起你生病你了不起你就可以这样子就是发脾气就是你想发疯你就发疯长大之后你才会知道心理生病的人他没办法自控他没办法控长大后谢依霖也放下对母亲的不解感谢一家人一起撑过当时艰难的时刻哭我也哭过了现在给你们就是很多的微笑了吧好多好多看你开心没有咆哮是微笑吧对没有咆哮是微笑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发自内心